暫時未知道佢情況點嘅，但係佢啱啱我就見到佢入去休息室，咁佢就好痛咁樣咯，係啊。情況應該都要去到醫院真係詳細 check 下先知道嚴唔嚴重咁樣咯。暫時知道應該係。平時係咪咁渣？其實平時佢唔係咁渣嘅，可能頭先太過嗰、那個好勝心逼咗出嚟啊，咁啊個力啊大過頭咁啊，可能又挫親咁咯。同埋咁啱嗰個又係之前舊患嗰只腳咧，所以就可能之前舊患未好翻曬咧。今日佢久好耐冇打全場啦，平時喺銅鑼灣都係打半場嘅啫嘛。佢唔使跑咁多啊。係啊，今日跑得多咧，就一個唔小心就閃親啦。馬有失蹄啊！我驚佢係豆腐嘛，豆腐易痛親。哦，咁又未去到豆腐嘅，佢係硬啲嘅冰豆腐、凍豆腐咁咯。知唔知佢之前係咪有冇足夠時間，即係練咗多先至？哦，應該好足夠㗎，你成日都見到佢落圍院㗎啦，係啊，應該都好足夠嘅。其實我哋都 keep 住間唔中都有一齊打嘅，咁所以我相信今次意外咯，真係可能大家熱身唔夠比賽啊，咁有團火咁，可能就唔小心咯。咁今日出咗個調查報告，有冇影響到你哋今日即係準備嚟呢度做個心情？其實心情又冇乜大影響嘅，因為我哋嚟到都好忙啊，化妝啊，熱身。其實都係睇咗唔係好多嘅資料咯，係啊，所以就要開心喺呢個比賽度。主要內容知唔知㗎？主要咩啊？主要個內容嗰個重點，嗰五個重點。嗰五個重點其實你問我，淨係知道有超重啊，那個數字即係報嘅數個報字唔啱啦，虛報啦，然後知道有拉咗人啦，我哋暫時睇到嘅係得呢啲。詳情都未。係啊，淨係知道咁多。報告滿唔滿意啊？我覺得冇得用滿唔滿意嚟形容嘅喎，因為仲查緊，所以要去到最後先知道係點樣一回事咯。我諗要再等候多少少先，真係水落石出啦，先知道咯。但你哋曾經喺嗰個舞台上面，原來你依家報告發現佢咁多虛報嘅數字，你哋自己會唔會都一嚇啊？話我係好危險啊！其實當時有冇？當然會有呢個感覺，因為當時我哋都喺 在場，即係表演啦。我哋即係顧我哋表演嘅項目，而唔知道所有嘅機關嘅工程係點樣啊。咁發生咗事呢兩個月之後，咁一直都好多人追問究竟事情點樣發生。我哋都等緊呢個報告。去到呢個報告今日出嘅時候，我哋當然我哋做緊嘢啦。咁我哋係有好有一下 shock 嘅。哦，原來個數量係爭咁遠。咁呢個係我哋今日知嘅其中一個比較大嘅感覺。咁你之前咧都已經係話彩排嘅時候先演。而家即係有個咁大嘅意外之後，原來啲數字係咁咧。其實你之前有冇都好多嘢覺得係有啲甩漏？我覺得又唔係因為之前演唱會嘅嗰個甩漏同上邊嘅即係出事嘅意外嗰個係完全唔關事，兩件事嚟嘅，係啲台面上發生嘅一啲機關嘅一啲錯誤。咁我覺得嗰個機關嘅錯誤係可能一啲平時嘅 show 都會有啲少少嘅問題，可能會 fix 喺 show 之前係可以解決得到嘅問題嚟嘅，即係唔係我哋依家發生意外一個咁大嘅一個事故問題。但當日有冇試過咧？有表演者曾經覺得個舞台好危險，即係所以有拒絕過上台㗎。當日由你哋去開始到。以我哋所知咧就冇嘅。因為其實全部人都好專心做表演啊嘛，咁同埋如果你問我會唔會係因為一啲未 ready 好嘅情況下而唔表演呢，我就唔會嘅，因為由一開頭表演老師都教到 show must go on 啊嘛，咁所以唯一嘅問題就係解決一啲問題咯，咁同埋到真係可能有陣時會有啲危危乎嘅情況嗰陣時，公司同事都會講話有啲乜嘢危險嘅就 cut。如果是安全起見的，沒有任何效果都沒問題，都有這樣的建議提議。我們一直都覺得台，即是我們一直彩排到即是安全都覺得台是安全的，因為原因是我們所說的一些甩漏，其實只不過是一些可能機關未上來，或者個機關的降落的 timing 未啱，即其實是一些溝通上或者 timing 問題，而不是舞台安全的問題。或者我們可能有些問題是例如個台原來個錄邊形不對，我們怎樣對著觀眾，即有這些我哋嘅表演上嘅疑問，而唔係個安全上，咁所以係咯。大家都舉人控就係話，原來嗰個出事嗰個屏幕出事當日之後，其實都已經有問題，有維修過，即係升降已經好有問題。係啊，咁我冇。你哋 rehearsal 知唔知道有？我哋完全，因為我哋每日嘅 call time 翻去都唔同啦，即係可能我哋第二日嘅 call time 翻去就可能主力 focus 翻喺前一晚嘅 show 邊一 part 有啲咩甩漏就 focus 去。改善翻嗰一 part， 所以我哋可能翻去台踩台之前，佢哋處理過 check 過啲台 mon 嘅問題，我哋呢啲我哋都見唔到嘅係。
但你哋去到排咧，有冇跌到有啲問題？去到排的時候，我哋就因為我哋 keep 住，我哋好少會望向上面、因為我哋都係專注喺舞台啊，我哋要對位啊，都係望下啲台麥啊，同埋都要誒望下 band leader 啊、花姐啊，望下其他成員點樣咯。所以嗰陣時我哋都真係冇乜留意太多，都係留意我哋自己表演範圍內嘅嘢咯。同埋我哋 dancer 聽到，今日有冇時間 dancer 聽過傾翻個？今日冇時間啊！今日冇時間、啊，因為我哋收到報告嘅時候，我哋喺化緊妝啦，跟住就 ride away 就即刻馬上過嚟，然後就都未有機會可以再同 dancer 好好去溝通呢件事。咁樣話啲資料啦，如果如實情上去交咧，先至可以攞到個許可。如果唔係咧，就講唔切第一場。即係其實如果真係你真係咁 call 到第一場嘅 show 啦，即係第一日嘅 show 係講。其實你哋本身你哋覺得好趕，即係其實成個過程都好趕啊！彩排時間又踩台嘅時間又短。其實時間呢樣嘢咧，喺香港呢個地方咧都好緊住㗎啦，我覺得，所以都即係我哋成日做好多 show 都啊，如果多一兩日就好啦。咁其實包括我哋全民造星一開頭都係話啊，如果多到一日俾我哋排練就好啦咁樣咯。所以就呢、這個都可以係我哋香港人精神嚟嘅，係啊，所有問題盡量解決佢啦咁樣咯。但係你哋正式踩台係第一次係幾時啊？呢、這個 show 正式踩台，即係你意思係喺入紅館係前。兩三日前。咁你哋覺得足唔足夠咧？其實即係而家睇翻得兩三日踩台，其實如果按以前未入行之前係 dancer 做 show， 其實踩台嘅時間都係差唔多 ，reframe 喺三四日或者係兩三日咁樣。咁視乎嗰個 show 有幾多機關，有幾個 show 幾大型啦。譬如可能做郭富城嘅演唱會，可能多啲機關嘅，可能試嘅時間會多啲。咁咁真係 depends on 每一個 show 嗰、那個監製佢會安排幾多，佢覺得嗰個 show 有幾有幾多重要性嘅機關咧，然後要去安排俾 artist 先。呢個都係演唱會監製去負責嘅嘢嚟嘅，而唔係我哋控制到嘅就係每一次排練專心去。然後啱啱阿 Man 講嘅就係我哋可能排嘅時候，我哋多數都係 focus 喺台面上嘅，因為幾日發生嘅問題，可能提出嘅問題都係可能台面升降啊、機關上嘅問題啊，所以我哋每次翻到去其實都係主力 focus 喺啲地面上嘅問題，睇清楚啲窿啊，睇清楚啲升降台咁樣。我哋可能唔多一兩年差唔多。哦 ，dancer 嗰邊嘅保險咧，我諗就要再睇下之後嗰啲報告再出，或者問清楚，因為其實好多問題我哋都未知道。但你知唔知其實係咪主要個 dancer 嗰個負責人係 Watson 係咪啊？以我所知應該係。以我所知。差唔多啦。dancer 嗰個假設嗰個情況咧，係咪普遍咧？即係會唔會都希望公司以後都Sorry， 可唔可以問多次？聽唔到。其實而家即係 dancer 假自雇嗰個情況係咪普遍咧？即係以後會唔會都話叫即係叫公司可能幫啲 dancer 買足曬啲保險啦，同埋即係報告出咗爐啦，會唔會都有啲説話同阿 Mo 講咧？明白，因為咁我哋。在座我哋可能以前有一半人可能以前都係 freelance dancer 或者做 dancer， 咁我哋以前做 show 嘅時候，我哋自己一定係會自身去留意呢個問題嘅。咁我相信今次這個意外發生咗之後，嚟緊嘅 show 無論係表演者，所有嘅表演者喺台 band 又好 ，artist 啊，然後 dancers 啊，所有都會再注重多啲呢個問題嘅。唔該 ，thank you，thank you， 唔該。但我唔好意思，我有一個問題，我想問你會唔會覺得你哋嘅表演者喺台上邊係好冇保障啊？如果係咁嘅情況，好冇保障啊？我覺得其實我覺得今次在公司在這件事上面都很保護我們、保護我們保護各位這麼多位的表演者啦、今次今天這個報告出了，我覺得是給到公眾了解多了這件事是好的、我們現在最關注的都是幾位 dancer 的情況、同埋啱啱你講嘅係每一個條款，我諗相信每一個地區對表演者嘅保護條款都唔同，一定會有啲國家地方多啲，有啲國家少啲。相信香港依家未係喺呢個制度上應該係未完全最成熟嘅。咁希望今次意外發生咗之後，大家真係會關注呢件事，令到
在場的表演者再做任何的表演都好，是可以有更加多的保障。我哋喺嗰邊點樣上下啊？上下。聽過少少，避一避個麥。嚇，各位群。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按个钟仔啊！